大克小克啊。这场 PK 紫禁城这边是放了方寸封天弓啊，邱总的号上了啊。花果山女拔木的一套，又是一套不一样的212阵容啊。那么对战方呢，大概率是上了女儿方寸。那么紫禁城是一把龙阵，小克的对面的一个风阵。龙阵小克的法师的伤害会非常的恐怖啊，达到了35%的法伤提升。好，宝宝还神佑了，68战神抱抱一啊，乐哥开号了，乐哥开的花果山啊。这场打雨花台不算是特别的那个，对吧？不算特别的，就是难打啊。乐哥也上去爽一爽，对吧？啊，68爆神，68战神抱抱一啊，就是乐哥啊，一看就乐哥，对吧？我还是比较了解乐哥宝宝名字啊。齐云楼跟郑怀楼哪个强一点？我没看到啊，刚才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催眠给到对战方，那么对面是上了一个什么阵容啊？先祖的风系也是一个封天弓，女儿封天弓，对面也是女儿封，对面是女儿封天弓。阵法怎么克？观战方这边小克对面，大蛇也是直接 A 飞啊，很凶。好，平砍啊，追手满天，但是没有出。对战方上了一个封天弓，又神了，连续神有两次。拍碎还没拍醒啊，这个节奏舒服了啊！龙三的法师，你们看到这伤害没有？直接一回合清掉对面三只宝宝，你敢信？宝宝随即到了对面女宝木身上，女儿被催。观战方这边方寸速度极限速度啊，速度他妈贼快，比他妈对面女儿都快，也拍醒了，但是无所谓。对战方打的大直接对吧，打珍宝阁这逃跑就是对对面直接放弃了是吧，打珍宝阁放弃也很正常的啊。邱总的战旗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胖？水嘟嘟啊，新出的一个嘉年华的一个战旗，邱总青花瓷啊，你看又咬飞一只啊，刚刚招手又被咬飞。好，神通直接开起来了啊，冲刺准备，对面还在补野兽对吧，慢慢的跟你东搞搞西搞搞的对吧，直接观战方这边直接双招成型啊，神通打起，准备极限冲刺。红哥哥是哪位老板？于总。那么邱总的封天弓也是非常的准啊，持续的几把封印也都中。被封天弓封中的话也很恶心，法宝都不能起啊！你说这？啊、欢迎 AK 十万伏特啊！欢迎一下，仅仅欢迎一下，不用说啊。于总怎么换号？为什么不改名字？不是改了吗？以前叫大满贯，现在叫红哥哥。两号都是于总的啊。那么直接刷出了飞机啊，在有这个神通的情况下刷出了飞机，很可能会直接飞啊，很可能会直接飞。欢迎郭哥啊。那么方寸还有速度全场第四回合，飞了。感谢，不用刷，不用刷，不看。感谢 AK 十万伏特大哥赠送了一发火箭支持，感谢兄弟啊。都感觉总感觉对吧，一欢迎你们就是要刷礼物，这样有点不太好啊。啊，水清啊，保了果子的输出，那么乐哥在开花果山肯定是要保花果山的一个输出的。我们看飞机2500暴击，感谢 ST 深哥兄弟送的最近支持啊，感谢你送的最近支持啊。飞机2700啊，伤害一般般啊，前期的飞机的话本来伤害就不会特别的高，感觉没有触发双飞。法师有一个红火有仪式啊，可以直接进行群秒。对面是也招蛇了，那么他没有蛇的一个牵制的话，紫禁城这边清宝宝的速度可能更快一点，跟上一把群秒啊，对面宝宝也神了秒哦，对面是方寸天弓啊，这个阵容跟主战方那边阵容是一样的，也是方寸天弓，观战也是方寸天弓，两边都一样。我说对面我就是女儿村，我说女儿村速度怎么没这么方寸快啊，原来是个天弓。对面的宝宝也是完全清不动观战方这边大蛇啊，爆一只，嘣，嗯，爆是爆了，他们神了。感谢 ST 生哥送的一张粉丝卡的支持，感谢你的粉丝卡支持啊。还有飞机。感谢深藏 blue 啊，感谢深藏 blue 的粉丝卡啊。
还有飞，那我估计紫禁城这边还会选择去飞机，飞机可以只要是一个顺便清宠啊。开个回合啊，行吧。二十四，好，看二十四啊。好，再封果子，也是命中啊。那么对战方也是齐刘云，强响物理系的一个速度。那么主战方这边现在飞机继续开启奇物灌顶，再把花果输出啊，这是老板模式开启了，就是开了花果山一顿臭飞啊，飞五号了，又是腾挪啊，飞宝宝老输腾挪一千五，这个花果山可能不是飞机买啊，为什么伤害这么低啊？飞一千多挠痒痒啊，刮痧。两把啊，两把还行。啊，拔子走了一把金青啊，主战方这边女拔还能秒啊，但估计也可能是红火秒了啊，强行群秒，又神了啊，对面连续神了两只宠。老王的武器吧，减一百伤害，飞龙宫专用，减一百多命中。我这个力皮他妈的这伤害太恐怖了。神了三只是吧？那么这是第三把神通了嘛，爽。对面属实也是清不掉观战方这边大蛇，那么下回合的话，观战和尚可以保蛇啊。对面天宫选择了风。刘云爵赶紧补一手啊，神马到期了，没有速度。对面是拿这个封天宫占了这个一术啊，封系的一个一术。那么观战方这边方寸拿一术啊，天宫拿了一个卡术的一个封印，封印占中啊，这封印很准。好，直接舍了啊，没人心啊，你宝蛇直接舍，没问题。好，再飞啊，就是一顿臭飞，不管的。这时候飞机法系招不了魂火了，这个飞机的伤害属实是真的麻瓜，太麻了，这伤害真的。不是飞机买啊，应该不是飞机买，所以伤害不会特别高。没有鱼岛打珍宝，鱼岛对阵的是钱塘江啊。主要是老王的锤子问题，你们他妈的这还怪老王吗？啊，伤害不高还怪老花果山伤害不高怪老王什么意思啊？那么观战方这边也是先起塔，要保保花果山的一个输出。那么对面开始也是开始封印一只花果山进行一个牵制啊，啊旗帜。那么紫禁城这边毕竟是一个双招啊，节奏还是不错的，双招这收益还是比较大。这回合应该力劈会清那个千树，对面二号是一只千树啊，有一式再秒一把，又神了啊，连续他妈的神了四次。啊，清蛇胚了也可以。那肯定老王啊，老王售后没有负责是吧？好，两只壁垒跟五号啊，法系群秒的嘛，对吧？一只力劈劈蛇卵啊，可以，没什么大的问题。蛇卵可以开封啊，花果山可以输出。那么方寸流云过后还是拿到一速啊，对面天宫罗汉金中、啊、扛这个双招。我、哦、这封天宫真的很准、啊，百封百中啊，从未失手。小李飞刀啊，力无虚发，对吧？啊，
当头20000，当头有威力啊，这花果啊，大花果的确是这个经脉的问题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。你当头明显是要有威力很多，对吧？飞机没挠痒痒啊，这花杀飞机啊，对面又神了，连续神了5个了，这会对面连续神用了5次。好，力劈清，那么还是把手软还是清掉了。那么观战幻魔节奏还是比较好的。那么对面这时候他宝宝一直在飞，那么成不花果山一直被控啊，成不了形的力劈啊，清不掉观战的蛇，那么只能用罗汉来扛，没有别的办法啊。要不然你宝宝啊，人物血量压力可以很大。谁克谁？观战方这边小克对面啊，紫禁城小克对面，龙小克风，风大克阴。鹰大克龙，对不对？啊，天宫走金星啊，来确保花果山的一个输出。破了分身，杀果子吗？还怎么说？继续清宠，今天宠也清不掉啊。啊，起了一点状态，铜头铁臂，因为打双峰的阵容，铜头铁臂收益比较大。你地府的打对面国标阵容的话，你地府很容易这个铜头铁臂被，对吧？被对面地府毒掉。那么现在其实打双峰的情况下面呢，铜头铁臂收益还是比较大的啊。有这红色的小圈圈加了这铜头之后呢，身上有个护盾，这护盾期间呢，就有护盾铜头期间呢是增加了一定的物理伤害结果。那对面现在只有3只地皮啊，青蛇不太好清。好，泼天杀威。被封天宫封了之后真的是恶心，只能用特技。上厕所马上来啊，输赢还开个屁的输赢，这他妈的自行车会输吗？这种 PK 输了我他妈可以吃屎了。这种 PK 他妈的，这自行车硬件跟对面的硬件比，对吧？又是阵法，就是被龙阵小克等于说大克，牵条狗去都能赢。叫我打我打不过，我是真的打不过，别人打也能打得过。这力劈伤害很高啊，紫禁城这波力劈伤害非常高，开闪用力劈没用善恶。紫禁城开闪用力劈的时候，青蛇的节奏会非常好啊，感觉这楼是要送的粉丝卡。法术躲避嘛，对吧？啊，天宫是有门派特色的啊，法术躲避。啊，催法系没有来控化身啊，还没催中，方寸水的要死。啊，天宫怕被控啊，选择补个光辉。再活化身宝石，对面总算是要开花果山风，要青蛇了啊，可能会有贴这手啊，蛇卵宝宝贴飞当头啊，12000伤还是挺高的。这法系群秒起来真的猛啊，这法系啊，397的项链龙三位小克群秒的伤害简直逆天，秒宝宝5900多，
法系现在怨灵满了，你知道吗？招不了蛇，只能拒群苗。法系怨灵满了，招蛇都招不了。哼，怨灵满了，你敢信？还有仪式，对吧？群苗就行了，其实群苗是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因为群苗的面法伤能力特别的强，就是面伤能力特别强。就是秒三，虽然只是秒三个嘛，但是很凶。月灵满了，蛇招不了了，没位置。这打谁？雨花台啊！好，空化身再中，金刚啊，甩给花果山，有飞机有铜头啊，这波再可能再飞一波，配合法系再秒一秒。好，神针，看一下铜头过后伤害怎么样啊？5000，哎，稍微高一点了。金刚铜头3200，还行了，2700还可以了啊。灰孩子也没有神，法系肯定继续群秒。群秒面伤伤害这么高，对吧？牛马上飞掉了，下回招蛇不就行了吗？爆一下死人了，已经死人了，我操！这法系真的。这法系秒的怎么样？强无敌，真的强无敌，太猛了，我操，已经死人了。对面老是人物单位被天宫封，连纸人都起不起来啊，硬扛主战帽里面伤害，起不起纸人。天宫这个没失手过，很准。封天宫本来就是最准的门派啊，封天宫本来就是全梦幻最准的门派，就封印里面好像是全梦幻封天宫最准。掌心雷贼恶心，掌心雷，好，起魂元闪了，赶紧起。武魂傀儡啊，防止你舍身，舍了被他。神马开封印，他也知道了。法系这回和牛没飞啊，估计还是群秒。不会招舍的，他也不知道怨灵会被击飞，继续群秒，啊，再飞机，秒又对了，对吧？暴击4400，1800啊，有盾了就不太飞得动了。被和尚3100，差点暴死，这把秒过去，和尚敲了，武藏敲了，武藏，没得了，没得，和尚敲了和尚，啊，和尚还是被他妈武魂秒倒了。方寸内必中风叫什么？叫顺势而为，蛇神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就法系硬生生就招不出蛇，你知道吗？也难受。但是群秒就够了，其实感觉啊，招不出蛇就不招了嘛，是不是？秒秒就没了，对吧？和鸟干嘛呀？和鸟你妈的对面都不清了。啊，笑里方寸，周围可能要控一手。人拉化身，对面和尚人心叠了没有？啊，3层人心，啊，又舔了，拉起来直接舔了地听。轻轻绝啊，把他化我出手，飞机加群秒，又得死好几个。死一个，和尚可能有贴啊，和尚，但是秒法系秒必死，和尚有贴，啊，果子走了吧，金青啊，回点血，对战方疯狂的挨打，反正法系双金青啊，牛逼，这操作很屌，酷炫，这边女霸说，我终于可以招蛇了啊。对面蛇的血呢？因为双金青嘛，回上来了。下一只地听就教你做人了啊！河南焦作人士啊，焦作人的地听，你这誓言战敌加一加，秒秒差不多了。方寸被效果，化身愤怒被清空，法系女拔就一点愤怒都没有。对面
半点愤怒都没有，别说一点了。这个蛇招出来的话，是应该是这个蛇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怨灵跑到这边。对面硬件难道没有浩文好？肯定有浩文好啊！你他妈开玩笑吧？羽化台上个月进十六强了，肯定比猴哥的硬件好啊！你这。好，战敌催眠果子了，再来战敌金兽银齿，削了一下伤害。好，鹈鹕两层笛子出手，没什么用啊，这金兽银齿还是要死三个，逃不了最终死三个的命运。法莲第三本法术书水漫金山，再死一个。第四本法术书法莲，法莲又死一个。第四本法术书秒到宝宝了，这还有个毛啊，这怎么打拍碎。哇，绝望绝望绝望，真的，这小风的女把木开的真的也是很气节，这个时候还要不忘记拍碎。肯定是招蛇啊，蛇肯定是要招的啊，别说秒就赢秒就赢，招蛇才是王道。有蛇啊，这对面宝宝飞得很快的，没有任何机会。那么直接续命了，可以恭喜紫禁城再下一城六分到手。